我们忆佛，我们晓得我们忆佛是做什么？这忆佛啊，第一个临下去就是临自己。你在忆佛的时候，你要观想你自己也是临了九龙吐水，那一种甘露洒在你身上，那你的黑气、全身的业障，从脚跟、从脚趾头流出去，那个才是真正的忆佛。而不是佛真的要让你沐浴呀、啊，他站在那里，让你沐浴，傻傻的让你沐浴这样子，没有这回事，是你在沐浴你自己，把你的心里这样的污秽给它从毛细孔全部给它洗干净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我们修行啊，都是有方法的。